谢谢汉达教授。刚才刘会长这么一打听呢，告诉我啊，这个科研的这个课题已经申报了诺贝尔奖啊，那是心理学和医学奖。我们大家都知道屠呦呦众多中医科学院屠呦呦教授已经是成功的根据中医的青蒿当中研究出这个青蒿素，获得诺贝尔这个医学奖、心理学及医学奖。那么也希望这个课题也同样能够申办成功，因为这是对我们的中医做出一个非常突出的贡献。中医总量世界最难的就是它的标准化。那么这样的研究真的意义非常重大。再次把掌声送给安达教授，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那么接下来有请全国人大、人大代表、湖南省张家界市慈利县龙潭河镇党委书记向平华书记。 上台来和大家分享，演讲，谢谢。在这金秋的时间，我来到了青岛，这迷人的地方，让人向往的地方。 好去处，好地方。
哎，乡主席，你能不能够给我在我们这家一个养老的地方，还有一个家庭世代同堂。开始没有娶生媳妇的时候，家里也会很辛苦。当娶了生媳妇的时候，有钱了穷生的时候，这一家的幸福不找不到了，因为家中有一个90多岁的老人，他的生活规律和年轻人根本是不同的，所以看到他们不幸福，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如何让他们幸福？特别是2009年、2008年的7月，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在我们临近村，一个老人星期天送走了孙子上学，又一个星期五黄雪回家的时候，孙子到处找爷爷，自己门关过到处找爷爷，可是总不想门没人开。后来他找了邻居把门打开，开了以后满目的苍蝇，满目的臭味，跑到床上一看，自己的爷爷只有白骨，满床是蛆，最后入棺的时候根本就不能够给他穿衣服，只能够活被入棺。这个情景让我非常非常难以忘怀。2009年，我带过一个讲义，就是我们已经迅速建立托老养老福利体系，改善中国老龄化问题。这份讲义得到了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民政部门的高度重视，被列为重点讲义。后来，同民政部副部长杜玉培、著名韩朝熙那个郭朝熙副部长们到处调研，向导了浙江、江苏、东三省，还有内蒙、云南、贵州等地。特别是2012年3月7号，著名主持人撒贝宁采访我的时候问：“乡里话来讲，现在农村什么最困难？”我说：“困扰到农村问题的是4大问题。第一是空巢老人的问题，第二是留守儿童的问题，第三是房屋欠妥的问题，第四是离婚率不断攀升的问题。”所以，我把这个老年人的空巢老人的问题放在第一位。这里是2009年，说得好不如干得好，动嘴不如动手，我就回来江南养老院。通过自己的养老院，可以说在外一个村，老年人只要交300块钱就可以入住我的养老院。20多个儿女在外读大学和在外工作的老人就得到了照顾。因为有的老人，我们总共300多老人，他人人都想过来住，因为包吃包住还包洗衣服，你只有300块钱，我怎么不去啊？后来大家都来，这个问题就摆在我面前，我只有80张床位啊，我改变不了这么多啊，我就做工作，做了一次工作又一次工作，但是这个事情还是不好做。为什么呢？因为慈善的事是一件
公司，通过公司的原因，使我们现在是基本上有了一个发展的空间，是我们解决了从前老人真正到养老院来，而我们群体每一年贴身几十万的这种情况。现在我们获得的我们获得的思路是农民，让农民变主林，农民就把土地山拿出来日暮，让农民变主林，让我们的企业，让我们的企业在市场上运行，按市场规则运行，让我们的农村，让农业变富贵，让农民变古民，让农村变发展，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式。我们修的养老院没有四层五层，也没有三层，都是一层两层回城宜居。因为我在外面去看了，看到很多地方的养老院，他们都是三层四层，那老年人是不愿上楼的，因为他们腿坐不便不方便，所以他们刚才我们的会上抢救会上也说了要让企业跟着声音走。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我们企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企业跟着声音走，企业跟着预算走，企业跟着旅游走，企业跟着要求走，跟着需求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的企业要想发展，你天天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好的风景是不行的。我们到处都是风景，满目青山，满目风景像我们朝南，也就是我现在工作的那个地方，是2000平方公里，那个2000平方公里只有3万人，有前稻农坛，有前面古寺云头仙山，要有桃花气大夏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宜居老年人的生活的。总而言之，这里是投资新一代好去处，是有缘老人养老的好经济。随着中国老龄化儿虚聚症，我们有责任为国为忧，为老年改愁，为社会尽一份责任。任者寿益阳智能有限责任公司做好了一切准备，评估无需由我，讲中一定由我，敢想才有梦，苦干才有甜。为老年事业，为了中国的强盛，我们一定做出应有尽有的贡献。谢谢大家。谢谢蒋书记充满激情的演讲通过生动的故事告诉了我，您在当地充分利用自然资源这个发展养老产业，带动村民共同发家致富的故事，非常的感人。再次把掌声送给蒋书记，谢谢。也希望有识之士能够参与进来，来共同造福一方好，谢谢蒋书记。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有请意大利欧洲国际养老产业联盟创始人、执行主席平卡罗拉来和我们分享生态养老旅游与老年人生的演讲，我们掌声欢迎。